教我跳什么我都可以跳，是一个以平常心的心态然后来参赛，然后可以交流，可以学习，然后可以跳舞的这样一个心态吧。之前王一博在街舞四队长战队开场白中表示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舞蹈，各舞种大神的加入可以说是对王一博是最大的满足。王一博还表示，以一个平常心的心态参赛，教我跳什么我都可以跳，还是以学习交流为目的。作为上一次比赛的冠军，王一博队长一直很谦虚，觉得自己能赢很幸运。这次一博仍然说还是以学习为目的，可以学到一些新东西，优秀的人总是在学习的路上啊，每时每刻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不愧是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王一博，说话酷脸很奶的王队长，谦虚又有实力，谁不爱呢？果然不愧是酷盖，期待王一博燃炸来袭。 Thank you.